时间呢？谁要跟我一起去运动啊？我觉得吃呢要 balance， 要平衡，要平均。然后当然有一些东西是会让你整个身体是觉得是健康的，比如说你吃水果是 you know 蔬菜啊，你吃健康一点的这种东西，其实你这真的会反映在你身上。然后喝水，我觉得水真的太重要，但是我觉得平均还是最重要。你只吃没有油脂的东西，其实你的身体也会要这些东西，你还是必须要。所以我觉得 balance 最好最健康的吃的方式。健康无价，时尚万岁。